找钱。我们这个市场是基隆市最出名，我们可以拿着今天买的，对对，人流最多的，水果最好的，包括新北很多的这个乡亲都来这边采买。总统要买回家，来我们给媒体拍一下哈，亲姐吃的吧，来郭老板，你可以看这边，这个是我可以顺便吃一下，来看这边哦，比个赞哈，来台湾水果赞不赞？赞，谢谢国良赞不赞？赞，好谢谢。你要问基隆水果赞不赞？基隆水果赞不赞？赞，台湾水果赞不赞？赞，好总统赞不赞？赞，好谢谢。前总统马英九特别的到基隆七堵为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国良助选。这次选择到在地的市场拍拍照，吸引大批的民众跟媒体的目光，来加持谢国良拉台基隆市长选情。而在地的市议员杨秀玉也在附近，顺势成为马英九扫街拜票的成员之一。出来靠他们这一家来延伸，党主席叫他出来选了。我跟总统讲，我这摆啊，准备得更加完整哈。更清楚为为大家做啥，要替大家做啥。好好的，阿基拜嘛一定会动算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哎呀，爱动算，一定爱动算的。好好好，是。毛总统出名一定动算。总统赶紧的，总统要不要吃青菜？青菜。要不要我烫一锅青菜？我感觉我真好吃啦。要跟他介绍，这个是我们基隆才有的。吉古拉。有啊，在和平岛那边的，和平岛那边的是基隆的，就是自己才有的一种，用炭烤的方式，鱼浆做的，叫吉古拉，鱼浆也是肠子嘛，对，不是这种算是鱼浆了，所以鱼浆做的，有点像甜不辣，但是基隆的这种就比较 Q 一点，叫吉古拉，是只有基隆才比较，这是用鲨鱼肉，好一点就用鲨鱼肉。有些就用比较什么炸弹鱼肉，就鲨鱼肉做的，鲨鱼肉打成浆，去用烤的。很开心马总统能够到基隆来帮国良助选，我相信对我的选情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刚刚我们有一个闭门会议，所有的乡亲看到马总统都非常的开心，所以我相信马总统这一次来对我的选情不但有帮助以外，我在这个月跟下个月甚至选前都要拜托马总统来帮我扫街拜票，寻求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我今天第一次来帮国良助选嘛，我一看好像情势还不错，那个一般基隆乡亲对他的评价不错，然后他也很努力，所以我觉得蛮有希望的。记者黄日升基隆报道。